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坤，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杀。本期咱们来看一下啊，好的，第一局的话，我们是一个大内奸啊，这个时间也不长，七分七十三，哦，错，七分四十三。那么这样一来的话，应该是这个登离户，你前期。你比如说伤害比较多的话，你看打攻皇帝大嘴，大嘴打一波，然后我们干啥？大嘴打一波以后，我们亏一个人，然后那个人受伤的时候我们摸牌，准备最后他好，没打下来，我们又摸了一堆牌，又把那些残血的打残了。但这里边不对，因为不是大嘴的主攻啊，曹丕。哎，我去，对面震惊这么一微坐，我以为大嘴的主攻啊。好吧好吧，那还得从头重长计议。希望这个郭嘉这个能蹭到 A，要不然没人愿意动他。还行，这个愿意绑他，那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好事儿。然后 A 也来了，铁锁也来了，他这个铁锁一绑，他就忍不住要干什么？页岩，他忍不住要页岩的。就这样。哎，我能看到我的牌已经在招手了，一张九到手，然后一个这个又到手。注意，我们开局是只能亏三血的，你不能亏曹丕啊。那如果能亏曹丕，那更爽，对吧？那你说，既然现在打工的力度还不够，我们出来意义不大，所以说我们干啥呢？对不对？我们直接那个，是吧？我们直接翻一面，然后等待继续打工，把曹丕一亏，曹丕血线低了以后就有嘲讽了。他血线一低，别人就愿意揍了，别人愿意揍，我们就可以蹭牌了，就使劲的摸牌。然后如果曹丕相信我们的话，指不定将来再受伤翻面的时候，有可能来翻我们刷牌。哎，期待一下，对吧？你作为内奸，你总得做点事情。我们要卖了，我们血线还可以。嘲讽没在我们这儿，你郭嘉死了你就送行伤，你不死我们还有一个亏。袁绍如果直接死了，我们这个就不摸牌了，亏就不摸牌了。所以郭嘉没死，我们还摸一张牌，该卖卖啊！南蛮来了不要出杀，要不然你有说不定就差那么一两张杀咋办？对吧？反正还有抵抗的。好了，亏和你，揍和你，那叫什么？边打边摸。对不对？是不是边打边摸？所以说如此一来的话，这个耳机不能塞狠啊！如果耳机塞狠了，就相当于我听声音不真实了。你耳朵把这一堵，我说话我要听我自己说的话就不真实了。所以这个耳机得半塞啊，半塞。好了，谈笑间，那个。江东不霸，好烦人呐、啊！愧对国父。别着急，斟酒高殿上，亲友从我来。再烦人，我这一段给你掐了，这一段无效。谈笑间，强弩灰飞烟灭。曹丕，你是正好一个火攻，直接打死了他。我怀疑你没有火攻的话，甚至曹丕只有这一张伞。为什么？他大把的牌是行伤的，然后大把的敌人是被我们连弩打死的。所以说他也不见得就能怎样啊，他可能就只有刚刚那个火攻亮的一张伞吧，对吧？就只有这一张伞，所以即使我们不是狗屎运来一个火攻，也是吧？杀杀也就感觉了啊，对吧？还行啊，所以说该蹭到的牌也蹭到了，然后该砸的场子也砸了，那该有的欢乐也欢乐了，不就这样吗？是不是？那么这一局的话，主公选了一个马良。我们如果选这个夏侯的话，清简是跟他有配合的。再次强调啊，马良如果清简给我们，如果他应援给我们啊，我们清简，然后我们这个清简还牌的时机，我们清简还牌的时机是本回合结束后，也就是马良的回合结束后啊。马良的回合虽然结束了，但是夏家的回合没开启，就仍然是他的回合。就说白了，夏侯的回合没开启，属于回合内的次数。我们吴老的那个啊，你看着可以的啊，吴老的那个，我的也是你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客气客气，给他。把刚刚那些顺手那个杀都给他触发回合内的掷书，并且这个时候早就过了弃牌阶段，不用丢马良，可以四血多牌。至于是多少张牌，看清减了几张，对不对？四血多牌啊，然后还要触发一个掷书。如果清减是两张，那就掷书一张，那就是还要再加，一直加。
好了，有一个沈佳宜啊，我们杀大乔那就任性的多了，对不对？任性的多了。那么徐庶的话也接连跳钟的话是一个好事儿，就想巩固一下我们干的事情。他不跳钟呢，比如说黄盖这种强将跳钟，那更欢迎，是不是？他今天巩固不了啥，就出了一张过槌。铁索连舟而行，东吴水深火热，直接拿兵粮去炸是啥意思啊？意思就是不想兵左右的人呗。这样一来的话，你想黄盖再次忠诚，哪有那么好的事儿？那诸葛诞如果占一个内奸名额呢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没这么好的事儿了啊。黄盖这个家伙，只要他劲儿足了，他就是那么远，你马良即使排多，他照样给你破防。他就是有这么牛逼了啊。诸葛诞这个时候内奸的话，有可能是想先捡一个人头，一来是想先捡一个人头找自己的状态，二来还担心大乔把主公一乐，然后主公废了。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谢谢你，无论你诸葛诞是内奸还是徐庶是内奸，我都谢谢你，都谢谢你们，至少没有坑忠臣，都干的是搞反贼的事儿。好了，那马良如果开启回合就很任性了，对不对？一个字书，一个应援啊，不叫一个字书，再来一个上一轮给的顺手，都是循环的，也不可能断杀，上一轮就给了杀，对不对？五谷回合内的字书，要爽就爽他个痛快，就一直爽下去，这多好，对不对？就应该这样爽起来，然后你大乔你随意留泥了，对不对？反正主公有沈佳宜，那么我的也是你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咱们阔气阔气，是不是？你也帮我哦，钱财三张全给出去，触发一个啊，不用，也可以给队友给别人，但是反正你不管怎么给，只有一个字书，重点是打了一个字书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三张给马良，马良就能三个字书，也不至于。给两张跟给一张，马良都是字书。所以说给马良两张，那就是两个清减一个字书，就三张牌，两血存五牌。爽就爽在这儿，就要这样爽，对不对？顺手牵刀，不要清减了啊！这个时候清减没有意义了。你这个时候清减，你给马良的话，那肯定还是回合外的字书了。好吧，你留泥吧。然后好像还给徐庶了一个顺手啊，无中生有。其实我觉得就跟主公一直闹也挺好的，那个顺手没有必要下放给徐庶。你说顺手比较及时，哎，没必要。那徐庶也有可能是内奸的。诸葛诞第一轮跳的还算蛮中的噻，是吧？恭喜。好了，不要紧，重点是我们跟主公那个那股子骚劲儿，对，把它打出来，就要打出这股子骚劲儿啊。这耳机不塞痕呢，又掉塞痕了呢，我听自己的声音不真实了，就相当于耳机阻隔了我自己听我自己的声音。哎，仇人呢、其实状态还可以啊，三个打三个嘛，但是我们应该还是有实力的，至少我相信我跟马良的实力，你徐庶打酱油我认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跟马良好好干，使劲的过盆，这吴忠到时候就再给他得了。当然如果说局势非常好，徐庶开一个吴忠过过牌就能奠定胜局，吴忠给徐庶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，对吧？就这样了啊，看你该给谁给谁行吗？哎呀，还吴真还把吴忠给徐庶了，你看跟我们想的是一样的，争取把他奠定胜局先。清简得生于悲催，但是这一个就不能瞎给马良了啊，这是你的回合，清简的牌是只能给徐庶了啊。马良的回合清简的牌你随便给他，对不对？你还牌的时候依然属于马良的回合，然后触发回合内的字书，触发少血多牌，哎，触发一牌多用，这桃子吃了给了吃，就这个意思，一牌多用，哎，挺好的。这桃子没消失，再清简的嘞，身外之物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钱财乃再身外之物，也不用担心主公存不住，给的牌不用丢的，随便存，就是这么任性，就是这么任性。你也帮我，这一回合南蛮给徐庶啊，哎，你这瞎分啊，你这瞎分。你要瞎分啊，你还不如那啥吴老的全部给马良，你也图个省心，给徐庶一个伤还不如给他一个南蛮呢，对不对？
十年之所学，心有明。终于觉醒了啊！徐庶也是终于觉醒了。我给他一个南蛮，他也更容易觉醒。没给。司马氏篡权，我当替天罚之。他这个无懈给过来，相当于存得住了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但这一局啊，你就说你徐庶换成一个白管的忠臣。哎，我觉得该打的赢都还打得赢，所以说这一局啊，主要是我们跟马良啊，当然啊，再主要的是马良，我们相当于是抱了一个小大腿，对不对？抱了一个小大腿啊，抱他的大腿，没有他的话，我们也没这么爽。但是他马良是摆在明面上的，我们就是故意跟他好的，哎，也挺也说得过去，对吧？相辅相成，那叫好了。这一局我们选择了一个朱桓，至少在后期我们靠那种非常规手段输出。你比如说邓艾觉醒了，你搞他比较难受，你杀他他要出产屯田啊，那我不要你，我直接平扣你，是不是？当然我前期也可以平扣别人，对吧？好的，邓艾先捡一个装备，其实还挺好的，太尉也来一个装备，然后丢两个杀没动，也没开纳，咱不管他，反正估计也中不到哪儿去，不管他开五谷丰登也中不到哪儿去，我们干什么？拿我们的装备，你管那么多干啥？是不是？先管好自己，那就拿装备呗，拿别的都不是你的，闪是你的还是杀是你的，对不对？休养生息。哎，你为了屯田有必要拆沈佳宜吗？拆手牌也可以屯田的呀。不管他啊，就是现在了，反正你郭嘉什么身份我都打你了，就认了，对不对？就打你了。挺好的，那么曹睿的话拆手牌是可以屯田的，关键是看给牌，哎，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大大的忠臣，大忠臣。然后邓艾这个时候打无懈屯田划得来，本来无懈保一个装备他都不亏，就在今日，哎，可以和郭嘉一个天度，你个龟娃子，你不要太浪啊，你不要太浪，当然无所谓，主公状态可以，忠臣浪一点对我们是好事，将来指不定曹睿还盼我们呢，对不对？你确定就是反贼强势啊？反贼不强势的情况下，这就有可能判我们了，对不对？主公没辙了啊！现在反贼该打打了。为什么这样说？他是靠无懈那些东西囤的田，以及曹睿主动拆他囤的田。虽然觉醒不可挡了，但是你打主公，我不说你啥，你挂菊花刀，你是真是不知道怎么死的。你就算不知道自己怎么死，你也不知道队友怎么死的。哎，先打关索好评，对不对？你菊花就是爆死了赵云，关索还要长炸呢。我先打关索就好评了。如果要想顺远位的啊，就先顺远，再顺近，是吧？他这个田，他有田有菊花刀，爆曹睿足够了。啊，咋再说？爆关索足够了，距离够了。然后我们的无懈肯定得打了，这随便一个属性都不知道掉我们多少滴血。我们想保一下他。邓艾有状态，对不对？邓艾有状态，如果能保下来是好事，我们自己捡人头，保不下来的话反正飘一个桃无所谓，飘一个桃了，大展宏图就在今日。啊，原来如此，太尉果然是忠臣，是吧？前卫的太尉，他毕竟不是八号位的太尉。好了，那你们剩下的去折腾吧。哦，多慢一点，给主公什么鬼？你给主公，你骗我啊！我打的就是你，你骗我啊！还有一个补刀，有一个补刀，骗主公救他，还真救了。行吧，那我们先把忠臣解决了。啊，解决不了都是耗牌，耗着吧。我们有输出，只要有残局，只要这些人残了。我们还怕搞不定吗？对不对？骗了主公一个桃，可以的，骗到了一个。主要是我们的身份别人也不知道，所以骗到了一个。那就让他骗吧，这藤甲就是一个利器，不仅仅是说防 A， 你装备不多，你怎么平扣？对不对？这个牌局非常好。那你说也不好呀，邓艾他一家独大了，你窃取不了。你看我轻取得了，窃取不了。你邓艾就是一家独大，就算有一个剑，他有无血，你能爆两个菊花，你可能把布置爆死，赵云就保住了。但你有可能是打死布置，打残赵云。那如果你是打残的话，正好人头是我们的，就这个意思。你看还绑我们，你还不如捡两个人头，对不对？你自己还在棋楼上一残三。乐直接就是跳过出牌阶段，直接平扣一二三，乐帮我们跳出牌，
以逸待劳，对，主动跳摸牌，然后有装备跳弃牌，直接一喷三。他这个地方相当于主攻没打啊，其实是三个平克啊，三个平克，他没打主攻，有可能是忘记了这个乐帮我们跳过了一个，对吧？乐这个是帮我们跳的啊，绝对要算的，要算一个平克的啊，有可能是忘记了。有可能是怕主攻撕票，啥意思？主攻如果有一个桃，你平克了以后会怎么样？比如说他把赵云救了，结果赵云没死，主攻死了，所以有可能害怕主攻撕票。这么说吧，你如果有把握打赢主攻的话，你就为了防止他撕票，那你就别打他了，先把反贼打死再说。如果打不赢，你就直接打，直接把主攻带上，是吧？但主攻有桃的几率确实不大啊，我都说清楚，因为他有桃，他可能直接吃了，是不是？两桃补算保三呗。准备好。那主攻在最后一刀蠢得很啊，蠢得很，也不抢人头，不知道咋想的，还把自己打残。那我们就直接来个大平克，就相当于捡都直接捡一局，对吧？听到微妙者。好了，这一局的话，我们是一个大内奸，还能再捡一局吗？哎呀，你左慈你咋这么会化身呢？我不管你射死谁打残谁，反正我就是不死，这个话可以说吧，有一闪有无限，还有一个觉醒技来，是吧？那你就先把这些人打残呗，平消一波，相当于是，哎，司马正好跳过了这个反馈啊，正好跳过了反馈，挺好的。左慈多一点牌，多一点打工，这个意思。打无限打吧，反正你这个时候反馈了，他指不定少射一箭，但三血也不一定，三张牌也不一定能射箭啊，能射就是好事。好了，他只消状态不捡人头，但有可能捡杯迷惑，咱不管，什么都不管，你们自己决定，自己喝酒糖，对吧？我们是吧，该咋样咋样。第一轮没有替身，所以你这个张飞你就是一滴血你也不能替身，那你就乖乖的能回多少回多少，然后能咋样咋样，你反正别想大气生回来，挺好的。哎呀，那这个剧本对吗？不要责怪你爹爹。难道果实还被这个沈万剑给窃走了？但是嘟嘟拿牌拿人头也仅仅是接着打残剩下的牌局，生生死死，对吧？如果是忠臣还能送觉醒，包括直接一个反剑都能送啊，不愁没输出呢。好了，还真是一个忠臣，可以的。反正最后定局的人才是王者，你嘟嘟这个不算，只算是爽过，对吧？嘟嘟爽过这个我们所有人都承认了，他这个只能算是他爽过，但最后定局的那看到底是谁了。粉又江东，公瑾在旁，自定天下。一个桃子，一个过川子，再上个刀，再来个激昂，哎，套路基本上都是这样的。南蛮入侵，要不把他拦下来？知人者握拳。因为死的两个都是反贼啊，忠臣状态还很好，把他拦下来。中中身影，哎呀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这个南蛮就神了，打死你忠臣，收反贼的人头，紧接着能打死嘟嘟，打死嘟嘟，打不死搞残呗，咱们走一步是一步了，对不对？你看那火攻还可以啊，火攻直接打死他了，你再咋样，一个九菊花爆掉你，不让你反馈，免得大彻还救他反馈，但大彻有桃的几率也不大，还能做？那大彻的话，搞不搞得赢他，速战速决，打不打得赢都要速战。还行，大气这个节奏好像输出多一点，防御少一点，防御少一点我们就有机会了。好，天过了，好，不天过了，先挑一下，再顺一下，再基本上再借一下，哎，九哈，稳张张，万事不急。所以说他其他的牌多一点，他防御起来他就弱了。不要跟他刺酒啊，你刺酒了你会被虐的，正好速战速决打死他，很对得起人了、啊、南蛮神牌也很对得起人了、啊、总归算是对得起我们了啊。那既然对得起我们，我们就愉快的结束，对吧？愉快的结束之前还得提醒一下，关注坤姐直播，战旗直播平台搜索湖北张坤2018、哎、如果记不清看视频简介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